刚刚我孩子的话，他这有点闹别扭，就也耽误了点时间。现在已经是9点钟了，我刚刚才把我的小儿子送到幼儿园，有点紧了，但没有办法，送完老二，又回去再接了老三，再送去，所以的话就晚了一点。但是如果不送的话，那就我老婆也挺麻烦，要再跑一趟。所以我就是，其实时间有点紧，但是如果顺利一点的话就还好。刚刚我孩子的话，他这有点闹别扭，就也耽误了点时间。今天是星期三，2月15号，昨天刚刚过了情人节，今天又去上课了。上节课呢，是我上台去做了那个 independent activity， 还感觉还好。昨天拿到一个 audition， 星期五要 due， 要准备，所以的话，今天可能会请同学来帮一下忙，读一下，然后到时候有可能也会邀请他们来做 reader。另外的话，昨天的话确定了一个 AFI 的短片，要在下下周开始拍，3天，一个新的角色。刚刚拿到这个 audition 呢，是经纪人发给我的，也是一个 feature film 的一个华裔的医生的一个角色。这样的一个角色，而且英文的片子里面呢，我其实这种胜算的可能还是很小的。那但是我觉得我也要有一个，要好好的去做一个，就当是练习，因为我觉得得有足够的这样的练习的机会，然后才有可能被，就是让别人看起来，哎，你是表演的比较到位啊，自然啊，然后包括语言方面啊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语言方面，我觉得表演方面我还能够去大概去做到，但是呢，语言方面真的是需要长时间的锻炼，所以我其实也不太着急，但是我得每一次都抓住机会去做，必须得做，认真的做，要不然的话，其实我前上次做那个大的那个 TV show 的那个 audition 的时候，我还曾经想过，然后同学也鼓励我，那个经纪人也给我蛮大的信心。但是我在想，如果是我真的拿到了那个角色，在现场那种大型的 production 上面呢，那种压力啊，大家节奏更快啊，和着时间啊，然后就是不会给你那么多时间去一个两个三个 take 去做，如果你实在是可能是应付不过来的话，就说你实在是做不了这个角色的话，我估计他都有备案，马上换一个人，所以那样的话会是一个灾难。我反而更加倾向于就是慢慢来，把基础打好，一次一次的 audition 去做，然后平时英文上面也多多练习，多跟别人交流，使得这种英文来说就更加自然，然后有一种有可以应变啊，可以做一些发挥啊的可能性。否则的话，如果是侥幸的或者是偶然的被 cast， 那其实真的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。我喜欢踏踏实实稳定一点，这样不至于到时候跌得挺痛的。所以对，这是我的想法。课上完之后，是我们一个同学是在昨天情人节的时候过生日，然后今天有同学给他准备了蛋糕，然后大家吃了蛋糕，对，给他庆祝了一下，然后他星期五还有搞一个生日的小 party， 邀请我们大家去，但我估计没有时间去。那今天上课的话就是几位同学上台去做那个 independent activities，
就都准备得很充足，就是准备了很多道具啊、各种场景啊，就是然后不错了，反正做的也挺好的。但是老师反正就也说了，就是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啊、道具和情节，最关键是做一些就是真正啊、你是你自己的事情，然后尽量的减少一些啊、道具啊，或者说是情节，做一个简单的 activity 啊、去啊、让别人相信你在做这件事情。那当然同学们去尝试不同的方式，老师也是鼓励的，就是说这样啊、多一些你想象不到的，或者说一种尝试吧，没有对或错。就啊、最后一个同学他做的是一个他还从外面门冲进来，就拿了一把刀，就感觉就是制造一个场景，他刚刚杀了一个人，然后要去改头换面去啊、改变一下他的外形，清理一下现场，然后啊、离开，就这样。哦，他的样子呢，平时就其实蛮看不出的另外一面样子，那种冷血杀手的那种感觉，非常，他的形象非常的好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另外一个同学，他是真的不会打领带，然后上台去做那个看着视频学打领带。然后就是使得他非常的着急啊、和很那个绝望，就是搞不定搞不定搞不定，又着急又搞不定。对，他后来他说他是真的不会打领带，然后他急的就是有点那种哭的那种感觉。我跟另外一个同学上去跟他 repeat， 然后挺好玩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同学最后还帮他打系那个领带，最后他能感受到好像就他很感激的那种样子。然后那个同学也是很非常有礼貌，非常非常动作非常适合的那种，去帮他观察着他去帮他，对，这个挺真实的，挺感人的。嗯，还有什么？差不多吧，今天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中间休息的时候找了同学，之前的那位同学 Lindsay 帮我忙去录了一下我的一个 sites， 因为是英文的，就是我今天上午我刚刚说的那个 audition 的 sites， 我让他录一下，然后我可以听，然后来去练习练习练习，这样做一个参考，然后到时候我看看，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很愿意来帮我。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过来跟我讲，就是他们两个同学想做一个短片，然后大概有一些情节了，然后想有一个中国就华人的黑帮想找我来跟他一起来演。哎，我说挺好的，他是意大利的一个黑帮，反正他需要我来帮忙，他就解决一个问题，解决一件事情。哎，我觉得可以啊，挺好玩的，大家一起学习，大家相互了解，又一起去做一些短片，还蛮好的。我看看他们怎么写这个剧本，到时候我们跟他一起聊，到时候会跟他们一起来聊讨论这个剧本，到时候我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就是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进展。